今天婆婆阿姨他们都去田里面去了，他们说搞了4天的黄蒿粑粑，现在那个菜苗都疯长了，要去种苗了，就是，哎呀，又到了农忙的季节，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打包呢，就把这些数量都算了一下，有的朋友要3斤5斤的，就一起称一个5斤这样。因为有的大个一点，有的小个一点，称起来好难呐、啊，那一斤一斤的，一般平均就是6个左右一斤呐、啊，朋友们。而且我这边收了好多单，可能都不够，到时候他们回来再叫他们，明年再做吧，看一下跟他们安排一下，问一下他们。先叫宇哥拿车子来，把这个拖出去真空，给大家发货的时候都是打了真空的啊。运输过程中有可能，互相碰过来碰过去啊，有的时候快递丢过来丢过去的，就会那两个口袋，就两个袋子这样触碰嘛，加上这个粽叶它有比较尖锐的地方啊，我是虽然也处理一下，但是也难免有看不到的，啊，它就会破一点，但是到大家手里面，差不多。4天以内都不会坏啊，5天以上如果有坏的话，要跟大家讲，坏了就给大家补坏。然后我今年都渐渐发顺丰，因为去年真的赔了好多啊，赔的真的心痛死了。然后大家拿到手里也吃不了，各自都亏，我觉得 不需要发顺丰的。然后呢，坏了也不需要那就赔的，你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发普通快递，运费会便宜点。不过现在快递属于淡季，应该也挺快的，但是我就怕坏。谢谢大家理解了啊！今天我那个大的钵钵机也到了，看一下好不好用了。刚好今天要把准备工作做了。邻居家的爷爷来，这里坐一下，我拿一个我们有点漏的那种甜筒粑粑给他尝一下，享用啊。盒子这么大，这么小一个，不小吧？你觉得小吗？可能，那么大呢？这个可以，这么深的。对啊，试一下。我看那个他们那个商品展示，就是它的功能展示的时候，放两个砖头进去都能打碎。那这也打个砖头呀？我们没必要打那么硬的东西。那你来组装吧呢？你干嘛哭了？我有粑粑吃，你要不要？我还有鸡蛋，你看你。还多起来，你看，那没这个包呢。来，不哭了啊。谢谢哥。谢谢。对啦。有老鼠呀、啊，有老捞鼠。住啊，擦掉就好了嘛。有老鼠绊我的脚了。老鼠啥样子的？阿香啊，关了。门你坐了。拜呀拜呀。有哎。你要爸爸吗？那现在干什么事？这个眼泪都还没干。要试一下镜子。要试啊，先要装清水进去，拿什么打？打2次，就插电就可以打了。就打水啊。对呀、我想拿砖头试一下。耶！你再拨一下。把你伯父的车子给敲烂了。再拨一下嘞。不要波波了啊、哦！这就叫做淡波波。笑一个了，就了，笑了，不哭了长大了都不爱笑了。这个新机子不知道怎么用啊，一下子。这个简单啊，跟我们上那种一样的啊，是通电了吧？通了。哇哦！这可以了。啊，眼泪还没有，还没干呢。干了啊，现在干了。行了。大姐。哎。这个是那个二伯到你们那个鱼塘去装的那个小鱼仔，他说拿来给你们炒。哦，这个七彩鱼。这种我们叫是七彩鱼、太阳鱼，这种鱼它就长这么大。对呀、好漂亮的、它长不了了，它只有这么大的。他说你们鱼塘好多，就去装个地笼。哦，就吃不完是吧？我给你们拿到楼上去啊。好嘞，好嘞，谢谢。
可以多打一点吗？这么大的公寓，就几台我当娘子哟，冇，要点呐？又给我捏捏，给我捏捏进，一定要扣紧。冒烟呐！我都冒烟，你没看到吗？它是排气吧？不是，哪个地方不对？再看说明书。刚才真的是太多了，朋友们。这机子你说大了也不能放太多。它没力气转了，你放太多了。哎，刚才冒烟呼呼的，臭臭的，吓死我了。哎呦，看来还是要再稳着点啊。你要慢慢来啊。又试了一下。不能太急了。少放一点就可以了。去不去这个？好使呀，小。为毛？我都想，都想过了。尝一尝过来。刚刚我看到这上面写着，请使用九档去打食材，打的太高了也是。他说第一，刚开机只能打一档，不能打太高。慢慢的机子转起来，你可以调高一点了。哦，先重新来。一档啊！哎呦，这新机器真的不会用，现在太高科技了。不过凡事都有第一次。哇，好闷哦！可以哦。来，这个地方呢，朋友们，来，这里呢，这个就是那个鼠蹄草那个，白色的绒毛那里啊，它积的多了就是会卡机的这个东西。全部挂在那个导片上面。丢掉吧它。这样快多了，用那个小的一次的只能打这个的四分之一，这个打又快又多。准备的心思买下去行啊吧，觉得你逛的吧。哎呦，哦，这像肯定来这么的。嗯，温度呢？嗯，还可以哦，芝麻味的。嗯，公公去地里面回来，老爸还变成演员了。现在自己做自己的演员，你以为哇，这个放两个了的，各位。那个黄浩打完了。我现在呢就买点花回来养一养。这个桃也挺糙的嘛，你看这个邻居小姐姐的。你看到它种花，你也想种花？我买的这个是富贵竹，放在家里的。这种花我养不活的，我不会搞，知道吧？买的那种，哎，这是什么啊？啊、哦，这是这种哎，这是什么？那有两种的。这个是做干花的，这干花的我也买了几束，19.9两束吧，好像是。这个就不用养了，直接做干花。哦，那我那个富贵竹还没到哎，我买那种红色的。这个箱子呢？红玉竹。这个箱子是吗？瓶子啊。瓶子。你这个瓶子合算，你9.9都得两个。这个拿喝酒醉得快。你就只想那个。反正你那个花到时候丢了，我就拿来喝酒了。不丢完了干花，那不丢呢？买包包呀。买包包，好嘞。好嘞。先吃，吃饱了再买。哦，到家里来是一定要吃的。漂亮吗？漂亮。你得没得鱼啊？我看一下啦。有什么呀？是什么？螺丝。花这么多啊！好厉害哟、你要芝麻味还是原味啊？就这个就可以了啊。哦，1.6的。我要黑色的。黑色的，里面黑色的，黑色是芝麻味哦。2.2的。你要不要带花花？要。看一下啊。这里呀、哎，看一下漂亮吗？那你跳舞的，不能抠鼻子，跳舞吧。我不会跳舞。骗人！你现在长大就不跳舞了。那唱歌给我听。星星，星星，
因为什么的眼睛难道是在告诉我的世界小精灵星星星星我唱完歌了这么快呀现在阿姨们从地里面回来了我说明天还要做电动粑粑不够卖他们饭都没吃赶紧把火升起来又把粽叶给它烫了蒸个棍吧蛋蛋继续吧蛋蛋哦现在炖了不了了哦蛋蛋哪有加班的但你想有班呀嘞哎呀哦对啊你们在马口啊今天多亏是有了那个大的破壁机真的干活快多了今天下早班了早点休息去了